第一个议题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啊，这个议题上次已经延烧过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对不对？因为你又跟记者又有新的话题让他们抓住了嘛，所以呢又吵了一次。那我对于这个记者的报道哦，我觉得他讲的也没错啊，反而是你军方在回应的时候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屑，非常的不屑。那上次嘛，大家也知道哦，在这个晋升的典礼茶会哦，后面的茶会的时候，因为总统进场的时候没有按照仪程来恭迎我们的总统嘛，所以呢就总统可能有一些维持哦，对于将领呢有一些指导。要他们强化这个内部管理要求嘛。那经过那一次延烧之后，又被记者捞到一个话题，我们看一下哦。一名国防医学院海阶上校出席国军进任授阶典礼时，未依规定穿着皮鞋，服仪不正确后，被当作示范案例流传于各部队当中。好，那后来国防部的解释是说，这个国防医学院的海阶的上校是在他们自己国防医学院所举办的进任典礼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跟总统要求服仪是两码子事，好，八竿子打不着，好，媒体刻意张冠李戴，忽略查证，做法可疑。哦，我觉得你国军真的很厉害，叫你写一些有的没的就厉害啊。就像之前269里黄信忠会案，哇，我看那个检察官所有的议题，那个部队回答的多好啊，对不对？什么都会回答，对不对？都按正中要害回答，然后呢不懂的人他也不懂，是不是？你说一般的这个法官，他懂什么国军的相关班队相关受训时数？他不懂啊，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讨论的，就是黄信忠尉他是一个步兵的军官，那他对于后勤相关实务工作经验甚至专长都没有，为什么让他去当保秀排排长？哇，人家那个吕布都会写啊，哦，该员参加过排长讲习班，里面有后勤实务课程，合计28个小时。哦，让人家觉得哇，他学了28小时，应该对后勤很懂吧？啊，可是我们的这个269旅吕布，他有写其他相关的佐证资料吗？没有，他给检察官的就是这个资料，他给法官的就是这个资料，他有受过28个小时的后勤实务课程，28个小时，他一个步兵的去排长讲习班，受了28个小时的后勤实务课程，那我请问？真正的兵工的这个后勤专业军官班受了几个小时后勤实务工作，而且兵工的官科去接保秀排排长也接不好哦。那你知道一个后勤兵科兵工的兵科，他去实务课程，在分科教育的时候受了几个小时的课程？900多个小时。所以我就说，你军中很会讲话，很厉害，避重就轻，该出现的就出现，对不对？每次都把那些民间的法官或者是这个检察官唬得一愣一愣的，你真的是厉害。所以我为什么常常跟大家讲说，军人啊或者是国军啊，经常都没有犯错承认的勇气，这个是他最糟糕的。为什么会这样？一承认错，惩处就下来了，一承认错，我的官运可能就被挡了。所以有这一层关系，军中哦的人员都常常打死不认错，我就跟你撑到最后一刻，如果撑过去我就赢了，我就不会被惩处，我的经历就不会有一个污点，我就一样可以升将军，对不对？每个人都这样想。所以啊，这个国军的就是打死不认错。你看国军发生的重大军纪案件当中，哪一个是第一个跳出来就说是我们错了，鞠躬道歉，有吗？没有半个。之前掩盖着最辉煌最精彩的是哪一个？老乃成案、李倩蓉案、阿帕契直升机，大家还记得吗？哇，一层一层掩盖啊，到最后真的没办法，记者拿出很多照片之后，
陆军司令部才请副司令协同一些相关重要干部出来开记者会道歉，有没有？不见棺材不掉泪，这就是我们的国军。好，我们的国军。那现在我们第一个案例所看到的也就是这样啊。什么叫做他只是一个国防医学院里面自己的国军人员受阶典礼的时候，一个海阶的上校未依规定穿着白皮鞋？你的意思是说，只有总统主持的进任典礼或进任茶会的时候才要按照服装规定来实施穿着吗？所以呢，各军司令部或指挥部乃至于其他单位都不用，还说什么张冠李戴忽略查证两码子事。我只知道总统的茶会那个算是仪程有问题，其他人员也没配合，也算是内部管理的问题，你这个就是服装仪容。结果呢，你既然说这个没不要相都不相干啦、啊、好，这个他就是自己的典礼而已啦，所以自己的典礼就可以服装仪容不整，是不是？然后呢，自己的典礼长官就可以未依规定穿着，因为他是长官，他不用实施预检。哎，大家想一想，以前我们在陆军的时候，不要说是海军国防医学院里面的受阶典礼了，光是迎上自己的士官受阶，前一天都实施服装仪容检查呢，非常的重视。因为什么？受阶颁奖是多么荣誉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连这么荣誉的事还服装仪容不整，那真的是非常的丢脸啊！而且国防医学院海阶上校哎、欸。你上校都升了几次官？少尉升中尉一次，中尉升上尉一次，上尉升少校一次，少校升中校一次，中校升上校一次，总共五次，五次升官，不含你去布达哦，你去布达也是一个重要的典礼，不含哦，你就五次哎，从菜被电到老，既然到上校阶层，你还被点到你的鞋子错，我的天哪！你不要跟我讲说你海军哦。没有穿过军便服，我不相信。海军穿军便服的几率很大。你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上校，然后呢，你参加国防医学院举办的进任受阶典礼的时候，你穿错鞋子，情有可原。海军陆战队都穿迷彩服，好不容易可以穿军便服，对不对？好不容易可以穿军长服，哎，很多东西都还不熟悉啊，因为他每年都在部队里。非常精实的，然后来训练部队，或是被训练，或这个参加任何的测考活动，他穿迷彩服不熟，不熟军便服就算了。你一个海阶的，你还屁话这么多，然后呢，这个还说什么张冠李戴忽略查证，那又如何？这都不重要，重要就是他服装仪容不整，不是吗？是不是？你不要模糊焦点，说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讲，今天总统。要求你的服装仪容，要求你的内部管理是对的。哪一个内部管理严格的部队是没有战力？你跟我讲。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我以前有一个上校，有一个将军哦，姓李，木子李，他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服役过程中就他最好了。这个上校曾当过我的主官，这个少将也曾当过我的主官，他还是我的结婚的证婚人。你看他对我多么重要，他人多好。那我自己也觉得他很好，但是他带起来的部队战力很强吗？我敢说向心很强，但是战力不一定很强哦。这个人对你很好，你就会看到他部队的内部管理渐渐低落。反正指挥官不会念啊，反正指挥官不会在乎，反正指挥官会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就会发现哦，他的内部管理作为哦渐渐低落，整个部队。的纪律士气不会，士气还是非常高昂，因为这个主官人很好，大家都一心向着他，为他做事，但是部队战力没有办法像彰显，就是因为人太好。我举一个例子嘛，你今天贺正去当这个军团指挥官，作战区指挥官，跟傅正成中将在当军团指挥官的时候，你看看那个样子。贺正那个部队多怕他，每个部队站出来就战战兢兢的，勇敢面对一切，对不对？啊，你看傅正成了，傅正成一个中将，
部队发生事情，他自己还跑去台南某单位去驻点，还没有人理他，你看可不可怜？所以呢，这个赖清德要求内部管理，我一定支持他。内部管理是一切的头，服装仪容也纳在内部管理里面。所以赖清德这样检讨部队，我非常赞同啊，表示赖清德有想要提升部队的纪律。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顾立雄没办法了，好，顾立雄会被他们压着打了。我是总统，我出来要求没有错吧？没有错。所以我觉得赖清德哈，因为这个近任的会后的茶会哈，发生这样的事件，训了那一些将领，我觉得非常好，赖清德有作为，因为之前蔡英文他又不懂，对啊，他又不懂，是不是？所以呢，赖清德这个作为，我能给予肯定，所以在很多场合，我对赖清德这个作为我都说好。所以呢，这个赖清德要求内部管理，跟你的国防医学院的海军上校卫衣规定穿着皮鞋来参加继任典礼，两码子事嘛，就是你国军纪律有问题嘛。结果你还在说什么毫无相关啊，张冠李戴，忽略朝政，就算忽略朝政又怎样？他是不是服装仪容不整？那个海军上校是不是服装仪容不整？可怜啊，干到一个上校还服装仪容不整，丢脸啊！而且还是这么重要你自己的典礼，晋升典礼耶，那你要我说什么？还是你要跟我讲说啊，他是海军，所以海军不是军人哦？所以大家还记得吗？我之前有拍摄一部影片，被海军的人哦围剿我，有没有？我马上变成全民公敌，每个海军都进来留言给我按到赞，你就可以发现海军内部管理不严格，到最后连上校都穿错鞋子，可不可怜？可怜。那你说要不要强化内部管理？要不要强化服装仪容要求？一定要，你要从细微的做起，他以后长大好就不会犯一些错。你从他菜的时候你就让他一直犯错，我跟你讲，长大不得了啊。所以海军官校部重不重要？很重要。我举出了他这么多缺点，还很多人在公干我，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你们自己做错了关我屁事，我只是把它讲出来而已，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能说海军空军就一定服装仪容不整，对，他们的军风可能比较开放一点，但是不代表你的内部管理要求规定跟陆军的不一样，完全一样。内部管理要求这国防部颁的内部管理实施规定嘛，啊，怎么会不一样？都一样。服装仪容规定就含在内部管理规定里面，就含在这个国军人事工作教范里面，一样的。那你为什么海军特别差？因为你烂吗？还是为什么你空军特别差？因为你烂吗？不会嘛，大家一视同仁，我们把内部管理做好，得到这个总统的信任，好不好？希望三军都一起来做，哦，这个是第一点要跟大家做分享的。有问题吗？ Vision 杰上校，这真的是很夸张啊。其实哦，我知道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那个人可能都没有在穿军长服，好，哦，或者是海军他有很多套的军长服，不同类型的，哦，可能不小心搞混了，哦，那也是他个人的问题。第二个就是真的没有要求，他从小就没有人管他的衣服嘛。这个你看哦，国防医学院有可能是医生哦，对不对？他在当医生的时候，他只知道白袍，他哪知道什么鞋子？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啊，因为内部管理的服装仪容规定哦是最基本的，真的啊，就像这个兔讲的。真的是非常基本，你连最基本的做不好，我不知道你其他做的怎么样，是不是？你说这个部队连衣服都整不好，我还相信他打仗会很卖力吗？他连衣服都整不好了，你叫他去打仗，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让人家想象。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借由这个赖清德总统这一次事件哦，一定要你国军人员一定要强化内部管要求规定，尤其是服装仪容先做好。你服装仪容做好了，其他都可以迎刃而解，慢慢提升凝聚部队向心，再加上这个强化我们部队的纪律，绝对做得到，哦，这个我都是这样做过来的，哦，希望国军呢能这个强化内部管理要求，这个